家和叶星牡丹板十字绣的含义。牡丹浓艳，肥而硕大，象征富贵；彩蝶纹香，娇艳美丽，象征吉祥与平安。家业兴就是家里的钱财或者是人都是非常兴旺发达的，所以这叫做家业兴旺，财运和人都是非常好。画中题字：家人和，业必兴，和睦堂堂，福寿广，和气家中头边金，满满正能量的一幅作品，喜欢吗？记得收藏、点赞、关注，可以及时收到最新信息。谢谢大家。